美丽的澄江啊。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，这一瓢太大了。现在兵分两路，一路从这里返回村子，一路从这里继续登顶五台山。我们十一人继续登顶。那海拔庄在这里。海拔庄，你走过几次？两次，这第三次。加油！2600几啊？2680米。我要爬过几次？我怕是爬过无数次了。哦，以前在这造的，你还站在原地方，我帮你造了。好，幸福跟富贵不是。哎，好，哦，还要拍是吧？好，好嘞，好，好。好，你的手机。我还没来过，上没有，哎，没有，就在澄江里面游泳那一次我没有来。来，我拍的视频呢，你回个头，来，加油！哦，快到顶了。不怕吗？好，我来帮你。好，我摔在这里搞好了，走了。
你这还有个杯在这里。这有个杯嘛，这是个什么杯？哦，三线交界，哪三个线？澄江县、江川、通海、国变。好，今年2006国务院近邻。来，你站在那里给你拍澄江。哦，啊，360度界碑加美女。嘿，江川2006，嘿，这还不是登顶的一个碑，登顶在前面。好，前面登顶在前面。你看，我又加了一个附件的，这个附件还好些，你看的。嘿，可以上他们两个人，他们两个讲话，然后他慢慢的他又。你看啊，这个小齿轮可以调的。哦，是这样，可以调，还可以这么调，横着调。嗯，横着调。好玩。哎，这个还……我就是嫌这个屏幕小了。屏幕小是小，但是它清晰度不影响，它只是你看的屏幕小。哦。小岛是不是啊？那个小岛旁边的那一个，有个白色的沙滩，叫什么？阳光海岸。对对对，我上有一次我游泳就是从阳光海岸游到了那个小岛，又游，对，又游回来。不远不远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来，好，空下来。这里有一个小岛，2678，48。哦，哦，定我误差一米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？古堆山步道，昆明的石峰之一啊。古堆山顶，
哦，这自由哦，加了2米。嗯，重新一百零二度，哦，反复试，何为何为二十四度？重新，哎，我感觉是找的机会嘛。哎，可以申请那个石峰的那个证，要是差这一个，我找我要，我把你们都试下来了。来，好的，副营长。好。来，我们合一张影啊！好，要去了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我怎么能领到18年来呢？好的，两个都在里面。那要去，你家在那点噻？你看，你家，那些投资的宾馆。要去教室的，找的你。找到了，快找了。我还把自己的水泼了。